来，乔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很久没见了，他烈火车站。对，所以呢，这个今天久违哈，我们也很久没看到你了啦。今天这个先生感觉还是神采奕奕哦，担任这个白兰氏基金的品牌大使，所以想必你有在喝基金吧？有啊有啊，因为其实我非常需要体力的人，然后有时候演唱会上台前啊，对啊，就是自己熬夜的时候就会喝一下。哦，所以你喝了多久的时间？蛮多年的。几年？几年？听说五支数不完。五？大概七八年了。对呀、啊，你看，九令都选择白兰氏基金喝了七八年了耶，所以想问一下，当初是这个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会开始想要接触白兰氏基金？其实我自己有看那个中医师他给我的建议，他说我因为我常会问他说，因为我们常很累啊，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气色比较好？是。他说你就喝那个白兰氏基金。是，对，所以医生有这样建议，开始去搜刮了解，就开始那个入坑了啦，应该这么说，对不对？然后就一喝，哦，一世成主顾，到现在八年没有间断过，很厉害耶。所以我觉得这个白兰氏基金它是液态的，又很好吸收，所以比方说你这个演唱会前需要大量体力的时候，就喝一瓶，迅速补充，对，台上就可以唱唱跳跳五个小时。对啊，或者我常搭飞机，就是在五六点起床的时候，然后一下飞机就要工作。其实这个是还蛮有，马上立刻喝，需要的，就变成 superwoman。对对，我想再问一下，其实这个现在，小心吼，要那个稍微扶一下哦，还是我帮你？我站在你后面，这样子，我比较大只可以挡住你这样子。不过呢，要问一下，其实这个市售的基金品牌很多，可是为什么九令你会对这个白兰氏基金特别情有独钟？当然是我的医生推荐之外，我觉得他自己的机制的品质的保证。真的加上他很公开的告诉他们的制作过程，这样，所以我觉得愿意这样子公开制作过程的基金品牌不多，所以我自己喝的也很放心的。所以而且呢，这再加上除了把这个它是全球唯一有把这个制作过程完全公开透明化的品牌，然后呢还获得了国际期刊超过40篇的科学认证，所以真的很强，在增强体力。对啊，所以我就要问一下九令，你自己也喝了这么久，然后你觉得说这个白兰氏基金对于你在这个身体方面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当然体力很重要，然后专注力也很重要，然后重要是它就是对这个新陈代谢还蛮有帮助的，真的耶，循环马上加快。对啊，如果你真的很累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新陈代谢如果加速的话，会让你的 recovery 比较快。对，所以你看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科学实证最好的代言人，你看本身他是喝了八年哦，所以呢你看看，完全讲起话来非常具有说服力，所以体力就 up 对不对，然后呢新陈代谢 up， 专注力也 up。那我想再问一下九令，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在台上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天后级的音乐女歌手，上了台你像小女生一样喜欢玩蛋糕，喜欢翻糖，对，要参加比赛，对不对？今年在考虑，在考虑吗？不报名吗？你要去啦！我不知道我可以完成几个，因为时间有点赶，真的哈。对，但是呢，这个听说你在做这个翻糖的时候呢，白兰氏基金也给你很大的帮助，是不是？对，因为那个我跟我的同事一起，有时候在赶那个订单的时候，隔天要出国，可能只睡两个小时，我就是早起，我就跟他一人一杯，讲说继续加油，因为他没完成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不眠不休，对对，会很容易做到忘我的境界这样子，然后当然体力还是要顾的，因为你想要把作品。是，所以呢，刚刚真的是吼，又这个科学实证再一次验证，提升专注力有非常非常卓越的效果。看着笑容，对呀、啊，所以呢，这台谢谢。九令应该今天始料未及哦，现场怪风这样一阵又一阵。好，来左手边也麻烦，小心小心，注意安全，注意。好，来左手边看一下下喽。好，那麻烦这个现场的粉丝，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台上准备喽，现场倒数三二一，是恭喜白兰氏基金行动健康博物馆。台上，你看你这个引用白兰氏基金持之以恒之外呀、啊，我要代替粉丝问一下，你的个人新专辑目前进度还在进度中，还在选歌。那0到100的话，目前大概是10%，差不多吗？还在选歌吗？五。好，那不
管怎么样呢，期待了，好不好？这个制作专辑的过程当中，就让这个白人世界已经一路陪伴你。好，好的，我们就要跟一起来现场哈，干杯一下啦哈，举杯。大家如果有手的话呢，可以利用这手嘣一下开一下，引用我们这个白兰氏基金好吗？等一点时间，等大家准备好，开了吗？好好好好好，来贵宾们 ，open it， OK， ready to drink， 好，准备了、哦，好，现场的三二一，白兰氏基金一饮而尽，也要恭喜我们这个白兰氏基金的行动健康博物馆即日起正式起跑，耶、yeah, ！谢谢九令我们的品牌大使，感谢黄总经理，谢谢我们的 Dr. Sherry。好 ，OK 哈、哦，好，都有拍到照片吗？还是这个稍微的秀一下基金品，再拍一下下，好不好？来，正中间麻烦三位，我们稍微看一下下。好，谢谢合照时间。哇，你看，常常喝白兰氏基金就会跟我们这个舞台上面三位美女一样啊，真的超级动人的，好、哦，而且呢，真的都很有活力，很有体力。也非常具有专注力，快点，好，好来，九令就麻烦了，各个角度照顾一下喽。左手边、中间到右手边，对，今天这个一袭粉红色的衣服真的好可爱。好来 ，OK， 九令是专业的哈，他会各个角度都给大家给到美丽的笑容跟自信的感觉。白兰氏基金真的给他很多很多体力上的帮忙，专注力的提升。好，现在这个手上拿的是我们这个实体的白兰氏基金，等一下这个送上一下放大版，再稍微单拍一下下。哦，这个 pose 我喜欢，很好。好 ，OK， 那我们换大屏好不好？好，中间再看一下下。好，感谢大家。好，右手边吗？听到了呼唤声。来，九令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啊，左手边左下角，谢谢九令，辛苦喽。好，我们换一下好不好？来，小基金下，我们再拍一下下咯。那一样就麻烦从右手边开始好啦，谢谢。九令说呢，这个目前新专辑哦，也这个在开案中了啦，请大家一样静心来期待。不过呢，这次可以出席这个白兰氏基金，我们这个保健食品龙头品牌的活动，个人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本身就是连续喝了八年的超级爱好者。好，中间看一下下咯。那在这舞台前方呢，这个九令的独拍结束之后，我们就麻烦电子媒体先来进行我们的联访时间。